无情灾劫处处现，诸佛菩萨不悠闲，世界各地有灾变，救众生人命关天，灾劫警示天象现，科学家也不敢言，末日危机将实现，速速行动不迟延，为使灾难浩劫减，地球人谨记心田，危机意识广传宣，唤醒众生良心现，孝顺父母如敬天，父母恩德待如天，及时行孝同欢颜，将来子孙出孝贤，代代传承代代贤，家家户户乐无边。109年7月14日。